有的是初级班还没上呢哈，但是有上完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咱哦，即课要上的呢，毋是华语，因为华语大部分拢知影嘛，对毋对？那么咱即马要上即个课吼，讲咱是要安怎迈向成功的原则啦？咱是讲，每一个人遮大汉啊，大概我讲的，遮话你会感觉讲，真粗浅呢。啊，毋过知是知咧，做会到无？有可能袂哦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在要毕业之前，咱爱来探讨，一定爱来改变。过去的咱，咱毋是民政府的官员，咱毋是民政府的公务人员。对不对？咱有做过官过无？有做的举一下手一下，都没有吼。所以咱将来呢，要安怎来做公务人员？要安怎会当来管理咱这个台湾？管了真好，管甲好咱的老百姓，会甲咱娱乐，这是足重要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呢？若要管人，咱后摆拢政务官嘛，政务官拢要管人，咱要管人是毋是爱先管家己？家己若管无好，有法度管别人无？所以这就是一个足大足大的问题吼。所以以下咱就是来一条一条来探讨，咱爱来思考，爱来记在在心。咱无简单有福报，来到台湾民政府。会当来做到大事，咱呢一定要记在在心，会使讲爱鼓鼓当当，佮而且吼顺顺利利，将来来为这个台湾民政府来执政，咱的忠诚度嘛足重要，对毋对？对。在咱袂离开遮的进程，咱爱下着足大的决心。我今仔日就是要为着这个台湾，为着。万代别人甲咱的子孙伫这个土地面啊，平安平安过日子。所以呢，这爱下了这个决心了后，咱才有法度，就是迈向这个成功。这原则咱一定爱把守。如果你若是无，咱就是讲真可惜，有可能人无甲你辞掉，你就自己自动下台嘛，吼。所以讲，即课若讲到完，咱都爱会晓去做公务人员，会晓做官。昨分组会会议的时阵，有人问讲：“我若假使吼无迄个能力，我后摆啊吼，我遮放弃啊，来遮阁无头路，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？”我甲你讲，你一定爱有信心，要安怎做官，足简单。即阮老师教我的哦，大家要听无？要怎做官足简单，无论你派到总统府嘛好，迄若叫我做我嘛敢。你要相信无？你派去对一个单位，你所有的部属各部门，你叫伊提出工作报告，每一个工作报告拢写下来，你看，你半暝啊嘛听好背，背背你就知影伊在做啥。你就有法度管伊啊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叫因来报告啊，报告咱就把功夫学起来啊嘛。若学无起来，报告第二次，佮学落者讲，你这真好哦。你若佮写一遍啊来我看，可能佮较好，对不对？唔知影，佮第三摆佮写报告，甲你教教下嘛，佮免付钱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爱好嘴教人。甲人娱乐啦，你茫讲嫌去到结一地，安尼，因人送要臭背你，你就家己摸着鼻子要走了呢。所以咱即一定爱功夫袂在手，就一定爱好咧好嘴，毋是安尼尔哦。咱若做了知嘛是爱好咧啦，卖摆架子啊吼。所以呢，安尼学即课有重要无？学诶吼，后摆啊。大家人拢爱叫你的部署、你的下属做报告，
啊，你就逐科拢会啊，安尼足简单嘞，对不对？吼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咱来研究吼，讲要安怎来注意这迈向成功？咱成功就是执政嘛，对不对？在咱未执政进前，咱即马那是毕业了哦。每一个人拢爱转去周恁，对不对？转去周恁，咱要坐伫对一位，你要适当自己衡量。你像我做经济，咱过去冇做着官嘛，冇做着人诶，啥物公务人员吼，咱吼为即马转去了后，足重要诶，爱像我像我安尼，一天照镜照三遍，我安尼有升大官无？好唔好？啊，茫阁头毛拢装无呢哦，人我这是拢假包，人嘛讲我足少年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吼，元气十足对无？因为我较早开刀房的嘛吼，咱有一个检验师伫遮吼，所以讲吼，咱若是讲假嘛，爱假哦足成。袂当互你讲啊，老气横秋，你阁野乖啊，煞你行路阁噜噜，啊，这要安怎管？所以吼，假嘛爱假哦成。只要你想要做，啥物拢有法度做到，吼。安尼要相信无？啊，后边若阁倒转啊吼，啊，我看大家拢有升大官无？好无？好。嘿，啊，这足重要哦，形象。然后咱，你知影吼，咱咧做歌戏。啊，要做皇帝，迄敢会摕迄个、摕迄个、迄号做奴才啊衫来穿，会无？所以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打扮什么样子？啊，像我咧正统的西装，我都不爱穿，我都爱穿古锥的，唔只会穿妇女会的总会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塑造我的形象嘛，哦，所以咱的外表很重要。外表一看到会入格袂入格，人会甲你尊重袂甲你尊重吼，安尼晒一个，人就知影呢。尤其人足现实的呢。那么，咱首先甲外表调好，以外，咱的习惯爱学好。咱将来是毋是秘书长讲咱是臣民？啊，如果咱若是歹习惯一大堆吼，啊，拢人日本敢会叫咱安尼去？袂嘛，佮。可能气嫌呢，日本人讲，拜托的，你这水准遮低，啊，要去做我日本人安尼去，人会敢唾弃哦。所以咱即马去要研究这课，就是讲，我们要怎样回到日本人？那时候的教育，那时候的习性，那时候的教育。那么，我是要甲大家人讲，我伫日本来来回回四十年。我学到的什么？我很钦佩的是什么？我慢慢来告诉大家，因为日本人呢，伊的教育是廉耻、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为对胎教开始。为什么咱妇女会足重要？妇女，敢有迄个生囡仔查甫的生有无？无嘛哦，这是废话吼。查甫的生伫咱胎教的时候开始教育，然后生出来了后，妈妈是人类第一个老师，所以呢，女人如果不好啊，恁兜讲恁的子孙要有中状元呢，要有什么好人才，我看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一定爱学古早日本的教育。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两千几年来到今嘛无被贬掉？因为他们是军民一体啦，军民一体，迄就是讲咱的系统的系吼，咱的血统相共的一个血统共款。伊皇帝就是人民的老爸，老爸敢会使甲贬？袂使贬，袂使敬，阁袂使贬。那么咱的子孙呢，皇帝敢看做咱是伊的宝贝啊囝呢？啊，所以伊一代传一代，袂像咧中国安尼吼。伊若做了皇帝了后，甲人民呢拢总当作奴隶。所以呢，一代若是伊做工吼，伫
较歹的时阵吼，佮有较强的人，伊就会去甲伊冰掉。那么咱民政府爱慢慢代代，拢无要互冰掉，对唔对？所以呢，咱一定爱民、亲民、为民，而且呢，咱唔是要互老百姓讲行一条尔。我希望讲，大家拢互行两条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行两条，讲靠有这顶这好的官员，安尼咱才执政才会久，才会互百姓幸福快乐嘛。啊，一天到暗都找人的麻烦，啊，诉人的火，贻怒人民啊，安尼百姓敢会甲你尊重？袂嘛。所以这个人格教育非常重要。咱若是要阁像过去吼，哎，迄种的思想绝对袂使。为今仔日起，咱一定袂使甲过去同款，咱一定爱改变。然后从我们这里开始，咱遮就是咱民政府的经济嘛，是最优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替家己拍一下脯啊，一个。啊，这个脯啊，若拍落去吼，一定要牢记在身。我就是足优秀的。吼、哦，绝对袂使袂记一记哦吼、哦。像咱即卖习俗习性，咱所有的习惯，没有公德心，袂团结，迄是咱台湾人足凄惨的歹习惯，拢一定爱改掉。为即卖起，咱就是代表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咱出去一举一动，甚至你的言行，咱讲话啊。咱的嘴是咱的门啊，哎，门爱关了条，无贼来走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咱是讲祸从口出，咱若是讲到迄歹话吼，啊，保证吼人记一世人，你搁甲人冤仇。所以咱较早哎，拢无做过官，咱是嘻嘻哈哈，甲朋友拢笑笑浪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咱即马去，唔是讲到爱结一地啦。不过就是爱慎重啦吼，啊，卖讲安尼，哦阿姊妈，咱的会长讲吼，咱爱无相共，看到人拢面变变呢，唔是安尼呢吼，咱台湾人吼，我拢习惯伫日本吼，看到人在时啊都乌嗨哟，对唔对？咱台湾人看到安怎，乌银都白银介济嘛。哎、欸，啊！你若甲讲敖仔，伊甲你看一下，讲啊，这个唔知有得安尼无？哎呦，啊，这要安怎？是不是安尼？白白一个大楼嘛，无咧烧照门呢？安尼要安怎做？日本人的安尼记未通过啦。所以咱即马去，就是爱学甲像日本人吼，甚至佫比因较好。啊，咱遮有资格通看因来后摆啊，邦联爱联邦。那么咱要。像这个成功啊，教我拢总写爱注意的108条。啊，我顶一节吼、哦、是公告24条，吼、哦、公告家。啊，公告家，因为咱这是全世界吼、哦、直播，啊嘛足侪人咧看，所以咱就袂使讲诶，同款的课程一直讲安尼吼。人就较无兴趣讲甲咱收看吼，为了收视率，我就是逐课拢总换吼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搁甲接落去就会使啊吼，啊，108条，咱若记有吼30条，我看你就是足完整。伫即个咱的团体内底吼，还是伫社会非常受用啊吼，一定袂受伤，咱一定会当做甲顺顺利利吼，咱即马。为23条讲一下，用人之道在于知人善用，就是讲爱捌人啦。人讲人啊，吼，是无一个人袂当利用，就是适才适用安尼吼。人就是讲吼，每一个人讲乞食罗汉嘛有用武之地啦。每一个人的专长不一样，咱要做一个领导人，咱后摆咱就是讲一。定爱知影这个代志，知人为什么要有知人？你爱了解这个人，多跟他亲近，跟他交谈，
你就要了解伊的能力在哪里，然后你要管理别人吼，先要学会管自己、克制自己，吼，这足重要嘛吼。咱家己若管无好，咱敢那一直要管别人，人要敢听无？绝对袂嘛吼。所以咱为今仔起要安那做一个好的主管，要安那伫民政府来好好来与人相处吼。我到今仔起一世人，我学什么功夫？我度过的代志，我认为啥？做人上歹做对不对？这个学问我学到今仔要学袂下，所以我认为这足重要。我把这个课程提来甲大家人共同来研究，共同来提升，共同来进步，是不是安尼好？好、哦。所以呢，但不要浪费人才。咱吼、哦、做一个主管，唔好大家拢讲嫌，这个唔好，那个唔好，那个唔好，那个唔好。啊，拄啊无一个好诶，你拢你家己做。所以讲呢，适才适用，咱每一个，咱一定可以原谅他小小的缺点，咱爱一定该做建议、做教育，而且呢，用参详嘛无要紧。咱呢，就是讲做一个长官，你要心胸去包含，咱来包容一切。咱若无需要，咱袂使讲乌白念，还是讲乌白讲指责。所以呢，这足重要。所以讲呢，咱这个人才居然会进来了，像咱这大丁，咱跟我讲，哦啊，几个会用尽，尔几个袂用尽，没有，不可以用的兵是有，无路用的将军呐，无迄个兵啊，讲袂用尽嘞，是伊袂向讲用吼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注意。因为吼，咱要招一个去嘛，嘛足无简单。咱入去吼，望像啊，迄个斗牛安尼吼，啊，一入去一挂团体吼，内底根本都无几个，拄啊有你大家安尼走了了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咱民政府的大损失对无？要叫一个无简单呢？有人讲安那呢？哦，啊，即马叫袂赴你失调啦，有安尼长官呢？啊，人咧叫足慢的，伊咧死足紧的啦。啊，安尼会凄惨无？安尼定定嘛无4000个，啊，咱40000个嘛还无够啦，吼、哦，啊是4000个最优待的，不用考试吼、哦。来，就是讲优秀的领导要善于借重现有的人员，就是现有的啦。茫讲哦，我后壁叫佫较好，即摆入来你就爱好好共听受，好好来合作。所以讲一定爱有团队精神来。要做到分层负责、各级管理。分层负责就是讲，咱入去到一个团体，咱去招人来，啊，我要负责对一部分，话讲去广告较牛，话讲我懂得较牛，拢一个部分，咱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能力，来安置在哪一个地方哈。咱家己嘛是该爱摆好势，而且。把你适用的人才嘛，爱来分层来管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要注意别人的经验教训，就是讲你看到有一个人已经不适应、不适合，而且辞掉了，或是被别人唾弃，被别人踢出去啊，那种教训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绝对咱一定爱得人和，吼、哦。你若小看，咱台湾即阵就是安怎？是安那？我爱讲即课，因为咱即马台湾人做啊高深度教，对不对？大家拢会着想哦。我讲了，恁回去试看卖啊吼。讲哎呦，迄郭委主讲的真硬呢，对不？但是咱拄着讲无要紧，脚尾煞好灾，我足够忍耐的，无要紧。你知影无？吼、哦、啊，没有关系，一定会当。好好的吼，爱注意别人这个经验，茫发生伫咱的身上。歹的经验，好的经验呢，咱一定爱提来用。所以吼，要坦诚第一啦，就是讲对人的时阵，无论同事，无论长官，无论咱的下属，咱一定都要坦诚，唔好安尼
哦，头壳鬼鬼怪怪，假作神秘人吼吼，哦，敢那安尼眉眉角角有无吼？足侪人安尼呢，啊，你敢问啥，伊都唔爱讲，啊，敢那袂输偌济秘密的，安尼吼，跟人家格格不入啦。所以咱啊，坦诚吼，善良、诚意，跟人家在一起，你会得到非常多的人来拥护你，你才会当做做较悬嘛。啊，你若大家拢足讨厌你，大家拢要走离开你，你剩一个，你要安怎做？尤其咱是后摆啊，执政是团队哦，好，无可能讲一个机构吼派你一个人去尔，啊，连滴嘛互查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的团队左右手很重要吼，你还好好来准备啊，好好来物色你的团队吼，来，咱就是讲与人相处吼，以和为贵嘛，吼，一定袂使讲吼，啊嫌人东嫌人西啊，搭东搭西啊，吼，这足重要，咱即摆社会安尼是足非常严重哦，啊，互中国教育啊足严重啊。即马，搁再较凄惨是安那韩剧啦，哦，即马韩剧去吧吼，我甲看，逐工拢伫遐咧烧麦呢。啊，不过吼，收视率很高呢。即马换韩国人，搁要敢教迄个烧达迄套呢。吼，啊，大家搁足爱看的，所以咱台湾人会互教歹了了，绝对教歹了了。了时间去看迄吼，逐工咧烧达的吼，真正吼，天浪会。我们的生命哦，哈，尤其咱的官员呢，我们多看一些对我们执政有帮助的知识，咱绝对唔好去看迄什么韩剧。如果我们执政，我有权力的话，我绝对无咧引进韩剧。咱台湾人做的袂看剧咯，对不对？提高自己的水准，学咱的文化，学咱家己的语言，咱去。看人咧烧毒，要从啊学学诶，咱中国人教已经有够老毒啊呢。啊，即马韩国人，韩国人动唔动就暴动，就泼汽油，家己烧呢，迄非常残暴诶民族呢，咱学诶要从啊，对不对？无需要。你啊看日本海啸诶时阵，因诶人民有暴动无？啊，咱本来就日本人呢，啊去用教甲变中国人，啊那咱吼。那迄皇帝出来，我看是去用夹物件烧哦。人因皇帝出来，大家拢跪咧呢。哦啊，受遐大个灾殃啊，搁大家拢没有怨言哦。有迄个排队安尼排几桌吼，排甲安尼总个夭死，伊袂去插队呢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我时常吼伫高铁坐吼，足侪人拢为头前甲我插几下落去，我看到拢汗头呢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加一分钟、两分钟有遐重要吗？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无讲真正，啊，我都袂赴啊！吼、哦！你人日本人嘛，水马线、水马线，吼、哦！我明仔载一改回事咧，正过咱唔是咧，敢应该啊，甲动好去啊！我安尼走过安尼咧，啊，好像讲，这唔知啥物世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咱绝对袂使有歹的形象。将来我们要跟美国接触。上多的就是跟日本接触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哈事项。好，来注重我们布施，自然也会得到布施的尊重。咱唔是讲爱看咱的布施有亲密关系，甚至咱爱尊重伊。啊，我拄啊正讲过啊，讲咱其实咱什么都不懂。你买袂起用，我是你的长官呢，啊，结一地足大地的吼，谁都不鸟你。咱不但爱对因介好，甚至好甲爱搁介尊重，因为你的部署像咱即嘛吼，这个政治伦理上吼，啊，咱台湾民政府二万人，迄是较慢二万，阮较大声二万尔呢。你若较大声二万，恁徛伫遮，啊，起来有讲话嘛？大家拢爱训练的啦吼，所以讲唔是讲我较牛徛伫遮吼，迄后壁来的人佫愈牛。所以呢，咱妄想讲，哦啊，我做你的长官，我就较牛，莫有迄种的心理吼，来腾出时间来思考问题。每一个你一天也好，伫对一个单位，
咱一定不是迷迷糊糊过日子，包括现在回去，咱一定要思考你要做的问题，思考每天你相处跟别人相处有哪些人物，都要去注意。所以你一定养成一段很好的习惯以后，你自然而然你就是大官那种格，那种的习性。所以讲，未过讲啊，咱逐工拢咧去招菜市啊，迄种诶生活，吼、哦，咱即摆呢，就是做什么要像什么，安尼会晓无？做什么会像什么吗？啊，那今仔要叫你做皇帝，你皇帝衫穿落，你嘛是要演甲足成呢，毋是讲安尼行路乌白跳呢？皇帝是要足正经诶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无讲迄穿迄落皇帝服落啊，搁做小偷啊！及时提醒大家防患未然。所以讲，大家是我们这个团体。所以讲，咱爱什么时阵，伫咱到底呢？中间，咱一定就是爱提醒他一下，咱爱互相照顾，卖互相闹开。啊，像咱的团队若出去，啊，衫啊流无好，头毛用无好，啥物所在嘛，会破坏到我们的形象的。那么该注意，倒注意一下，就是讲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咱就是连体婴呐。所以卖讲当作讲啊，你的代志就是你的代志，我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做得好得，你上好做较歹的，所以你就做我的部下，卖有迄种的心理啦吼。所以讲每一个。咱为什么叫动心？动心不是咧动一支嘴尔呢，一定要透到心嘛，吼！每一个人要同心，然后哎协力，咱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咱的大家庭里面的组合，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拢当作一家人，这样才可以。因为咱台湾呢，没有分裂的本钱，一定要团结才有力量，对不？咱吼、哦，看到遐太阳花遐吼、哦，我来足心疼的。如果呢，因迄个力量予咱遮人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讲要四万人嘛，搁较加卖讲四千人咧拼袂到，对不对？对人迄囡仔安尼倒遐也无困，也无食，啊，予压苦。咱唔免咱上盖好，咱精神收骨啊收，先收骨啊洗去啊吼。秘书长敢那一支笔，都顾家予奥巴马无执行袂使啊！安尼咱有够无？咱有福报呢，咱有福报呢，咱唔免像人因爹安尼流血安尼去去予警察安尼弄呢。咱伫遮吼凉凉吹电风，啊，奥巴马伊就爱开始敢执行呢。所以呢，以法律法律来处理啊，是世界第一。咱的秘书长吼，我拢甲称呼讲安那，伊是呢，咱的国父，伊是台湾的曼德拉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着他绝对是没错，200%啦，一定会执政。时间问题，时间看什么？看我们个人努力，对，咱什么时候达成，咱就会当接掌政权吼，来。即使经常了解布什的想法跟感觉，所以咱袂使讲，逐天无清楚，没有清楚的脑筋，咱一定爱看清楚，啊，爱去思考，该了解，爱了解啥？你所相处的周边环境跟你的人物，跟你的互动。如何？你有没有跟人家配合？或是讲人有甲你重视，你有做到人甲你欢迎无？啊，那无安怎？我检讨吼，以外吼，有的人很恶劣，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，懂得保护自己，这句足重要哦，在我们生活的领域当中啊。我们绝对不要无故去受伤，懂得保护自己。我拢讲安那，
闪咧闪咧，闪开拍落拍落，较袂着清。安尼，你讲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我拢用这步。如果咱也无法度抵挡别人的攻击，你着闪边啊，闪边啊，闪边啊咧！伊若要拍来，咱闪边啊，伊是毋是拍落？毋是咱先拍落了，伊嘛会先拍落。这个叫以静制动啦，吼。所以讲，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团体里面啊，要安怎求生存？所有的战争拢是生活的革命嘛。所以呢，全世界，尤其咱的家庭，每天都是一个生活的战略。咱包括咱的内底亲人，每一句话都是要有策略的。我要讲，讲安怎，这个阮囝才会去听我的，伊才会乖乖做我佮意的代志。那也是一种战略。我过去呢，30年在世界战略学会，在蒋纬国里面的战略学会，哈。那么战略你学会了以后，你在应对方面绝对不会受伤，而且可以逃生而出。你袂去着伤着，所以讲这是最好保护自己的。所以咱要成功，一定咱先决条件呐、啊，你要保护到自己，没有受伤，你才能成功。所以呢，咱就是讲，让每个成员呐、啊，都成为组织所有全面的认识。咱就是讲，每一个成员就是每一个。哎，对，咱组织全面的认识，咱像讲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全体组织的认识是在法律方面要清楚，然后咱即马，美国做到什么阶段，啊，日本做到什么阶段，你一定要了解人事物，一定哎清清楚楚，你才有信心通继续进行。你那像咱呢？即阵咱后勤部队已经取消啊，当兵嘛取消啦。美国白宫网站当因签 ECFA 法的时阵就已经下架。行政院新闻局伫两年前，咱要看报纸咧，无一间报纸社，无一间敢敢接咱的件，所以我们请美国把它停掉。叫行政院新闻局已经下架，然后呢，伫 AIT 500人已经转去，甲剩40人。40人呢是要创啥？无法度管理嘛，就是美军要进来了。因为呢 AIT 是民间团体啊，我们军政府要进来了，所以呢，这一件一件拢是咱民政府的政绩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就没有信心啊！你讲啊，这是有影无？啊，有影无影？我问各位，洪仲秋的事件，大家知影无？洪仲秋事件为什么把军事法庭跟军监停掉？那是谁的功劳？台湾民政府，当然，咱也无去告美国，伊不可能把中华民国这个体系瓦解掉。所以我拄只讲诶，遮拢总是光复节有听到无？啊，要相信讲中华民国已经准备要转去啊无？相信啊吼，听这三讲应该爱相信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一定爱了解咱环境诶成员，咱诶成员，咱诶组合有四个，一个无关紧要中共。习近平嘛，有甲奥巴马讲8点钟嘛，在讲啥物？平潭为啥物设计让因讲啊气遐大？所以在办中国卡。所以呢，咱有一站，咱的啥物诶附证发生问题，那是搞什么东东？你应该要清楚。然后日本呢，从他们的中将、少将，39期，因的就是这个艾滋。就是前国防部长来咱家，来咱家了，叫安倍晋三起来，让他日币贬值，贬值要创啥？
要让日本救伊的经济嘛，救的经济要创啥？奥巴马爱摕战后赔偿金呐、啊，这边去已经签好啊嘛，吼、哦，伊已经行到皇宫去啊，行到皇宫去一定爱战后的赔偿。当时奥基纳瓦赔3亿2000万美金，那么台湾的偌济甲配合，后摆咱就知影。即摆美国还袂敢讲伊要甲讨偌济啊，所以有的人讲安那，你讲奥巴马去日本，啊无讲台湾是伊的，各位不要那么单纯啦。你若厝买我吼，迄个后款啦。后款还袂付我清，还袂叠落叠啊！你敢会使甲我讲你的？我嘛袂甲伊讲这间厝你的，迄要过我的呢，对不对？程序上嘛，但是呢，奥巴马讲哦，这钓鱼台属于安保条约。那么以前呢说过，这个是台是日本的。那么钓鱼台较早咱宜兰县嘛，对不对？那么。伊钓鱼台是因的，是咱台湾当然嘛是因的，是还袂到时间，赔偿金还袂提好，战后的赔偿一定爱，所以呢，程序上已经很快了。奥巴马不但去遐，去韩国，去菲律宾，去马来西亚，去到越南，安尼维吉林已经步兵布好了，大家知影无？拢围一人啊呢，脚尾煞在啊呢，啊咱爱较紧哦，无咱会袂赴啊吼。咱若无停无止，讲明天变天吼，啊咱较紧要来主政咯，手忙脚乱吼。所以我们一定回去要牢牢记住，然后心里开始准备，你要做哪一个事业，哪一个职位啦，唔是事业啦吼，职位我即马要来去做民政委。对一个单位要来遐上班，你要具备哪一种啊？但是哪拢唔知咧？我们现在司法跟这个议员呐、啊，参众议员，我们都有专业要训练了，加诶所有的课程已经都排好了。吼、哦，咱卖诶，伊甲你教教诶。咱不懂法律的，教到你法律会。我们不要用中华民国那种烂法律。迄拢无公平啊！迄法院拢因开的嘛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迄几啊千万条吼、哦，拢总是因一条尔啦，对不对？若拄到中国人拢转弯嘛，拢因拢无做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无要用因迄啦吼、哦，所以讲来，咱即马来搁注意得着吼，让每个人都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。所以咱即马来了后，咱就是讲，爱知影咱的工课的重要性，因为咱台湾呢，如果若毋是秘书长呢去告美国，台湾民政府起来呢，咱呢已经台湾被人灭亡啊，而且互灭种啊，人吼讲互做服务贸，全世界拢嘛是迄时迄个货物贸易啊，那我何做什么的服务贸？哎，乱扯！伊就是要移民嘛，就是人拢要甲你杀杀好去嘛吼。啊，入来做恁的媳妇，做恁的婿姨，做二奶、三奶都可以。娇娇爱，互你后摆啊，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中国人啊，安尼就惨嘛呢。安尼后摆啊，咱要安怎个分本土台湾人已经无啊灭种啊。所有的文化，咱的语言呐、啊，包括我今麦讲嘛，拢半正白啊，已经哦。拢已经受因的教育受过深啊，咱搁在下一代，我看就不行了。咱都咱的囝、咱的孙，拢会搁讲因是中国人啊呢？是咱即马才知影讲唔是呢？啊，咧日本人来嘛，教咱日本话嘛，是讲我们是日本人。但是人伊真正，咱敢真正日本人？咱是荷兰的日本人啊。哦，咱的血统也不是，但是咱来家做官员还做公务人员，要认清哪一点？咱吼、哦、血统是血统啦、啊，咱的主权是主权，主权是你管理你住这个地方的当地管理当局，咱这个政府，你认同对一个政府，
啊，唔是讲啊，我血统伫对，我都是属于那边那个胡扯啦，迄都是唔捌啦。啊，但是我们做，我们公务人员也好，当官也好，你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每一个政府，每一个政府，每一个国家都有四个层面：第一个军事，第二个政治，第三个经济。这三行大家拢知，第四行什么会知影无？啊，不是，心理作战啊，所以我是心理作战研究员，经济研究员。哦，我那个政治军事我无兴趣啦。哦，是讲皮毛，但是我是专攻这两科。心理作战呢是非常严重，即马吼讲袂小拍进前，伫咧发声吼，啊伫咧激姿势吼，迄是上。上盖有头脑的战争呐、啊，咱报章杂志所有的在写的拢是心理作战，所以讲你在跟人讲话嘛是一种的作战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我们心理战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，哦，免讲一定拢爱牙签哦，即马是吼牙签拢无稀罕呐，吼、哦。所以心理作战在我们媒体照报章在做的宣传，甚至为什么我们要记者招待会，那是也是一种宣传，也就是公布，也是具有法律效用。如果你没有来，咱1945年4月1号日本在这边公布他的这个民宪法，实施宪法，诶，全世界没有人来反对啊，所以没有反对，这铁定就是他的。吼、哦，你啊，这无人岛，你先去宣誓以后，那是属于你的，不会改变。哈、哦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知影讲，我们将来，咱是啥物是咱重要的工课。咱重要的工课，咱就是无爱让台湾阁继续沉沦过。每一个人，有的人跟我讲，啥物人管拢相共，我听咧。上界气，我讲，啥物人管拢相共。阿扁啊，一粒的汽油18块，摕税金来贴，这代志大家拢还会记一下。去用骂到要死呢，啊，即摆30几块有较爽快吗？吼、哦，啊你一百应采10块银，即摆变20、30，安尼敢有共款？一桶甲输400块，即摆变1000呢？有同款吗？一粒便当就加几十，每一个厝家庭若有5个人，你一个人加2000，一个月加用1000块，你予伊管5年，你就60万的负债呢。那个温水煮青蛙，非常厉害，大家拢没有自觉嘛，安怎死的拢袂唔知影？所以讲，咱来遮的人，咱袂使唔知影。咱台湾吼，若无林志顺哦。即阵已经变中国的手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根据别人的言行举止吼，咱是安怎要根据？因为每一个人讲话，咱一定爱斟酌来听。每一个人开嘴，有人讲啊，伊若开嘴，我就看到伊脑前啊，这是一等人，一等人。有人讲啥吐到要死的，你搁听不懂。所以咱伫周遭，我们所有的部署同事也好，讲话每一个讲话，拢每一个人的讲话，拢有一个用意啦，那是战略。那么用意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听不懂，一定要去了解，这足重要诶。为人讲啥，你拢无咧讲掺吼，啊，无咧讲掺，为人吼较客气，你的缺点，人拢甲你暗示。啊，暗示你搁听无，啊，就会导致于很大的伤害。所以讲，一定爱了解别人的言行跟举止，他在说什么，对我有没有帮助，或是在嫌我。啊，咱有检讨无？听无，咱会使甲请教。啊，你拄啊讲这什么意思？我敢有对答无好，爱改进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大家非常融合。金钱只是生命生活中的一项，并非万能。
钱足重要，但是不是万能啦吼。像即阵呢，伊即个中国吼，讲走去甲皇帝讲，啊，阮即马有钱啊吼，啊，你台湾卖互阮无？敢会卖钱？钱有时啊用袂啦，你像健康嘛，同款嘛。健康你用钱会买得到无？那么要健康吼，我是医护人员吼，我顺便伫遮甲大家讲，咱今仔日台湾会遮侪毛病，我们政策错误以外吼，环境不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无知嘛吼，导致于伤痛非常多。这是安那，咱爱大大的改革。无，咱根本无生活空间呢。空气袂舒适，菜袂食，是果子果子袂食，是拢种农药啊。啊，你也无该抬的掠去抬呢，无该挂的掠去挂呢。你生活伫这种的体制内底的政府，恁有生存的空间无？所以咱即阵拄只讲，一定爱了解咱家己，了解咱家己即卖处境。咱不是只有为了钱，钱当然足需要啊。但是呢，你若伫民政府，我们将来执政，咱钓鱼台的即个油吼，比中东较济。一个油锅烫到吼，台南的关电，我们钱很多呢，要相信无？用不了啊啦。所以常都有人咧问讲，啥物咧挣台币唔挣台币？后摆咱石油比中东较济。唔免烦恼无钱，而且秘书长呢，讲公务人员不用那么多啊，咱薪水很高，啊，大家拢有厝住。逐工啊，我甲咱的同行讲啊，我准备吼，星期六礼拜天都要唱歌跳舞，安尼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吼足可怜的呢，大家人没有精神生活，甚至呢，赚三顿都无够通好用啦，真正吼。咱真正台湾的遐无钱吗？乌拉圭买一地比台湾十倍，提早安尼，啊，即马搁平坦，咱就搁加价装好伊呢。迄食人足够的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这实在想到吼，你讲无跳出来的人吼，真正就足奇怪啦。那听到安尼，搁知影了解呢？好是恁也袂来台湾民政府进前，拢无咧注意这代志。而且受害都唔知哦，讲交税佫交到足欢喜，佫而且当作应该讲做兵嘛，做甲足欢喜，佫唔知影家己是笨蛋呢吼。啊来了后吼，恁会足无助，对唔对？所以咱爱较紧急症的，对唔对？哎，来，只有好的军官，没有坏的士兵。都叫我讲过吼，咱就是讲啊呐，你做一个主管。下底每一个人拢爱爱惜，每一个人拢是真好用，是用伫对答案的尔。吼、哦，讲天生我才必有用嘛。吼、哦，没有一个人才不受用的，是你不会用它而已啊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应用它的部署啊，跟我们的长官跟旁边，就是讲承上启下一连贯，你都要串得起来。安尼吼，你要来替咱的台湾百姓来做工作，就绝对有法度。要有宽阔的胸怀，所以讲要老是计较，或是每次想到什么事情就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安尼做代志绝对袂顺。然后咱一定爱有同理心，别人在讲的话呢，咱爱替伊想看卖。咱要讲讲的话。你爱知影讲，我即句话讲咧，如果即个话反倒当时伊甲我讲，啊，咱是感想如何？所以袂使看人讲话讲足严，敢若袂输少侠咧安尼吼，自己都无动于衷咧，但是人家非常不舒服啦吼。所以讲一定爱好好把心胸来打开，留心自己的举止跟言行啦，讲话绝对爱是。咱过去，咱不是官员，咱不是公务人员呐，所以咱拢没有好好雕塑自己。我相信讲，咱这内底足优秀，比我讲的安尼阁较济。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有很多人啊，咱以前比较随性，拢较无去注意到。虽然这是真浅、真浅这个理论呐、啊，
但是咱拢无去注意到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咱是无同款的身份啊，咱就是一定爱好好来注意哈，来一定要坦诚、公平待人。咱所有的纷争啊，全世界也好，整个家庭也好，整个团体也好，也纷争都是不公平，对不对？那无公平呢？啊，这个跟我较好，这个买物件送我，啊，这个有吼，搞我恶乐，啊，我就对伊较好。如果有分辨心呢，你永远当不了好的主管。所以讲，一定坦诚，而且哈，有代志爱提出来讲，莫暗伫心肝内。所以提出来讲，人讲有事讲好谈，就是逐项拢总会圆满，安尼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卖阁暗度啊，啥物代志唔卖讲哦。啊，你家想啊，看你对答唔对啊。吼吼，咱爱坦白甲讲啊，这样比较不好。你足敖啊，啊，但安尼阁改善一下，会阁较好。啊，我想人安尼听起来，人嘛是一定会很服你啊。吼、哦，啊嘛袂生气啦，吼、哦。来来，不顾著作神秘啊，就是袂使安尼暗度啥物。拢想做神秘，安尼，家主讲哇，我官做足大呢，吼、哦，啊你那是讲，咧甲你问啥，你逐项都讲吼，这袂使后白讲，啊这袂使讲，啊迄袂使讲，啊这也袂使讲，吼、哦，啊安尼吼，没有办法去了解你，也没有办法跟你亲近，那跟别人是格格不入啊，啊安尼长官呢，哎无法度甲人相处得很好啊。所以讲，咱即阵呢有六州，甚至五十个军，五十个军呢，一个军拢有三个、四个军首，一个军首呢啊叫八个助手。我们越来越庞大吼，我们的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，大家拢一定爱去注意。所以讲吼，如果你若即课听了的，我相信你是在。咱的人世间呢，生活历练五十年以上的经验，以别人的经验来做经验，搁较好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无一定讲爱家己拄着，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年轻人嘛，哦，当然他们没有历练那么多，但是听了后呢，咱会当转去了后，伫咱的网站多多调出来看，啊，若是要爱这个资料的吼，较停会使后边啊这个。看 PowerPoint 这个先生，会使把我的资料 copy， 您回去倒落听嘛，会使吼。啊，那无咱为咱的网站呢，今天的课程，吼，中央今天的课程，把它调出来也可以，吼，大家讲的全部背起来去注意。我相信呢，比你修道五百年搁较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安那修道嘛，是要修哦正念嘛。修的心好正，行为好正尔嘛。修道嘛是修安尼尔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若是修正家己来讲吼，对别人不会伤害，而且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啦吼。施予任何事物之前呢，须三思啊，千万不可以给了再要回来。足侪人安尼哦，哦来你来做班长，讲讲的人就要卖啦。欸，主管。我来做啦，卖予伊做。啊，你即马讲出来，确定啊？无啦，无啦，咱已经有人啊。咱吼做官员吼，一言四出咧，讲四骂难堆啦吼。所以讲吼，金不食言啦吼，咱一定爱讲话就算算话啊，袂使讲好人的物件，你爱要回来，安尼你就失你的人格，无够迄个资格做主管啦吼。而且呢，人就感觉你无诚信，所以绝对要开口施予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安尼我予伊有适当无？不能再要回来，不能要回来。位置也行，同款，物件嘛同款，吼，咱地位也一样。既然给了，就不要回来，吼，啊，别摆架子。咱吼做人的主管。绝对袂使急一地。即摆吼，过去我观察一站吼，我参加民政府已经十年啊，但是正式每天运作三年半吼，
我看的咱初期以前的吼，足济迄吼，哦，大甲袂青芒大尽呢。嗯，还袂执政的，因就足大个呢。啊，但是吼，大甲安怎呢？结果吼，总个即马拢走精去，你知无？没有在我们这个轨道啊，已经总个突出去啊啦。迄就是伤大吼，啊，人讲小庙容不下大佛啦，因迄伤大，你知无？吼、哦。精修多啦，所以咱世间庙啊跌袂落啦吼，所以讲吼，迄是袂使的吼。来，勇于承认错误。你若做人的主管，做人的丁师，如果你若有不当的行为，或是有对答唔都好，咱嘛爱勇于啊，歹势，安尼我唔对，忙硬拗呢？足侪人硬拗，对唔对？你伫社会是唔是？咱台湾人足好拗，啊，乌爱要讲到白的，对无？啊，咱有时啊嘛拗输人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卖学一步，勇于认错。日本人呢，逐工都咧五面阿塞，逐工都水马线，一定爱安那挂伫咱的嘴头。逐工对不起，我比较不好。每天说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咱尽量爱讲华，莫讲华语啦吼。咱尽量吼，会当讲台语就讲台语。啊，为什么我会讲这半正白啊？咱从教甲台语无足够讲啊有啦吼。啊，佮而且吼，咱一寡只少年啊吼，你拢总该讲台语，伊无啥知影意思呢。吼，无啥知影吼，所以我一边讲。台语一边讲华语，哈、哦，要只要你做出承诺，一定不能食言，这就是诚信问题。你开了机票了后，都不能退票啊，哦，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人，日本人呢，诚信足重要，足守时。咱我即摆阁想到足重要的代志哈，每一次台湾人哈、哦、啊通知讲。六点入会哈，啊七点在咧食饭，哎七点在咧开会呢，迄是毋是足奇怪？我们一定当了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一员哈，绝对爱准时。我感觉讲即马这拢也无改呢，什么时间到，一定要准时入席呀、啊。吼、哦，迄你也去红请写六点半咧，七点半吼，北站乱的吼，啊也未。胖到半半出来呢，啊！这什么时间？那什么习惯？一定要改掉。那迄日本人来吼，真正啊，恁这脑壳拉屎啊！啊，咱咧搁要做人的安尼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趟一定要牢牢记住，而且干净、清洁、整齐啊！每一个人入去变数吼，即马秘书长讲要叫只滚手吼去学人因的习性呢。要去参观便所看偌清气呢？因个便所入去吼，没有滴一滴脏东西，然后呢，搁用香香的，予你坐，你无想要出来呢？你要相信无？你若伫我转来尔吼，你若去加油吼，伊一杯咖啡予你吼，然后又到厕所去冲屁股、烘屁股呢？伊给你冲冲，搁给你烘互干呢？因的服务偌好个咧，对不对？而且非常干净呢。咱每一个人都是爱学好足好个习惯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讲，哎，后摆咱的水月园吼，咱的厕所也非常干净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哎，这是大家的责任啦吼。为咱开始哦，我们做榜样嘛，咱家是最优秀的啦吼。来，对讲，要容忍部署的有些。为的有些小小过错啊，哈、哦，就是讲，如果别人啊有一点点啊唔对，咱卖一直加指正，一改纠正不一定要处骂哈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容忍人一点点啊的错误，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吧哈、哦？啊，你准故意的，你要问问他什么理由啊？一定有伊的理由，咱要好好劝他，不需要讲吼、哦、啊大声细声讲骂，还是讲糟蹋。
迄个是足粗鲁，迄是学做工啊人，对不对？咱遮唔是呢，咱即马新竹人，佮而且吼，咱是公务员，而且是官员呢，话会当做甲足大个呢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我们这个习惯一定要学好，哎，有一点啊吞论，咱补下，小夸做唔对，咱一定爱改宽宽，到了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因为这有108条呢。啊，前面讲24条，啊，才甲拄啊好，咱即马48条，啊，拄啊一点钟，拄啊拢讲24条，吼、哦，24条，系，啊，我相信哦，24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本来我无讲得足优秀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再提醒一下，让大家再多多注意，祝大家吼、哦，啊，将来呢，伫咱民政府会当。好好，而且很长时间在这边哈，来带领台湾人，哎，恭祝大家哈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，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。